是行星的演变。有行星，有行星，有行星，行星掉下来。进手术，我跟他爸爸两个人，不让我们推进来，我就把他送到电梯口，两点钟不到就进来手术室。到了晚上11点钟才出来。他做手术那天晚上，我一个晚上没睡。我们有没有病房睡觉啊？就是蹬一个床，在这个走道里面，蹬着走道里面睡一下子。出来以后，他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因为他带了一个呼吸机的嘛，氧气啊、呼吸机啊都在身上。那就是根本就是像个死人一样的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